我是毛德华，我在甘肃武威，我身后是雷台汉文化博物馆，非常知名的马踏飞燕就是这里面出土的，我准备进去看一下里面什么情况，我们走。这边是一个小的路口啊，因为大门最近在装修，在修路，所以说我们只能走一个侧门进去。这里是门票，45块钱一位。我们走进去看一下，这是门票，45块钱一位。上面是马踏飞燕。走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这里好像就是博物馆了，我们往里走，进去看一下。进来了，这里是一个丝绸之路的地图吗？有没有懂行的看一下。这里是武威嘉峪关，还有很多骆驼。这边是凉州什么什么祠，什么黄河远上白云间，一片孤城万仞山，羌笛何须怨杨柳。最后一句是什么叫没注意，大家随意看一下。我们刚才去参观一下凉州祠主题的一个展馆，我们现在再看一下哪里能看到马踏飞燕出土的一个博物馆。我们找还应该在这附近，好像就在这边，雷台。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个雷台观里面有什么东西。走，雷台汉墓。它这里面在装修啊，我们进不去，只能从外围看呀。这是另外一边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建在一个泥土堆上面的。我们再往这边走看一下，这是挺大的一个黄土台子，上面有一个擂台观。看这个墙上写的什么东西，这里也是擂台一号汉墓发掘处，1969年9月挖防空洞时发现的，马踏飞燕就在这个黄土里面。我们往里走，近距离观察一下，好像就是这里。一号汉墓，走。